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做领袖的，如果对环保不关心的话，应该是不合理，而且是有点不负责任。因为做领袖的要关心的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人，更要关心的是孩子的将来。啊，我知道国家面对很大的经济的挑战，不过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要把国家毁掉啊，来满足经济的发展。我也认为经济发展呢是要跑向绿色的路线的，一个绿色的经济才迈向 advanced looking 一个方向。